修职工，早点。从事给人修车呗。传播政府的信息。25周。服装设计工作。发型师行业。置业顾问。退休前是开火车的。做新闻记者。大家好，我叫马月，我在摩登天空上班。现在一起工作是做演出的，他是做艺术的。工律师，我的工作是一个知名律师，帮助乐队做一些事情的，他们叫经纪，但我觉得对也叫乐队经纪。史黎辉，摩登天空。我希望我的家人健康快乐，我的孩子也能够生活在一个良好的环境，没有压力，健康成长。说实话，真没什么用啊。怎么说呢？希望生意好一点。起码都没有，吃的不是够。谁知道都发愁。这到地下室的，被褥的天天晒，对吧？我说的都是实话。我最近身体不太好，所以我希望天凉快以后呢，我的身体能得到缓解。希望快点找到女朋友。最成功的男人们，考一所好的高中，想当一个历史学家。希望孩子考一个好的大学。五年以后我要开一辆路虎，开店当老板。就我想成为中国大陆最优秀的销售精英。我想成一个艺术家。最近的一个愿望就是把身体练得健健康康，少吃药。地震那些孤儿们想拍一个专辑是我最大的愿望。找到一个女朋友。正好了，我想结婚。西藏哪里？不用坐班，然后也能拿到工资。我觉得我老减肥，我太胖了。然后我希望每周都能踢一次球。咱们什么烦恼、什么不愉快，全部扔掉。在我的心里，没有什么开心事情，永远都快乐。你快乐一点，老了之后能活的时间长一点。我还不知道呢。什么时候都快实现，大学之后半年之内我快实现了，60年以后顺其自然，明年吧，主要是没时间。这愿我觉得永远实现不了吧。到摩登天空20周年的时候就更有意思了。让我们一起微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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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起微笑，一起微笑，微笑，让我们一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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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微笑。珍珠晚风吹拂古老的微笑，是你面对生活，面对你任何遇到的问题，都应该保持一个态度。微笑能带给你很多的光明，笑应该成为所有人最原本的性格。北京的我代表旅行团，很诚挚地邀请大家9月28号晚上的8点到糖果3层来看我们这场关于 smile 的主题的音乐会。希望所有的朋友能带着微笑来看我们演出，同时带着微笑回家。肯定按时开始，按时结束，你可以坐地铁回家，没有问题。